军装强大的陆军官兵，不论是在前线、在后方、在基地、在战场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今年陆军总部从全军的基层单位中选出了20个连队和10件勿忘再举运动个人典型100多人，扩大了接受了表扬。他们的事迹，有的是政治教育的精进，有的是生活管理的完善，有的是精神纪律的优良，有的是保养修护最佳。陆军7957副13部队是一支绩效卓越的单位，全年囊括了27个第一，在基层组织中是不多见的。这完全是由于责任和荣誉所培育出来的。陆军5168副3部队全年修护了轮型车辆447件，无线电器材189件，处理补给作业12895次。陆军4141副2至5部队由于救灾有杰出的成绩，在贝蒂台风来袭后，不但救助了许多被水围困的民众，还帮助农民收割了数十甲的稻谷。这些高度发挥团队精神和爱民助民的事迹，受到了各界一致的赞扬。